在北京每次上滴滴之后，为了避免废话，我的标准问候语是师傅你好，我也没有去过那里，请按导航走。如果我和家属一起出行，他的第一反应是用一款和司机不一样的导航 APP 做一个对比，然后做出某种经验上的判断。虽然嘴上不说，我心里觉得老婆在做无用功。你如何能判断不同导航 APP 提供的不同线路之间究竟有什么值得优化的地方呢？每次回成都，我会发现父母一代人开车从不用导航，他们声称早就用过了，几乎每次都是乱来。在我心里，他们无休止地讨论路程，就像两个中医在给路况把脉，我也学会了顺从。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或许是对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机依赖导航，经济学家开始用囚徒困境这样的博弈论来研究导航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影响。在没有导航的去中心化时代，条条大路通罗马，驾驶员会根据经验选择不同路径。但是一旦大多数人依赖导航，理论上最快的那条路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很快就会拥堵起来。更麻烦的是，当短途旅客为了快两三分钟而选择环路等大枢纽的时候，也许会将长途旅客的旅程延长很多。对个人最优的选择导致对集体来说是最坏的，也就像囚徒困境中大家选择指认另外一方一样。导航软件如何平衡个别用户和城市交通的矛盾需求？驾驶员如何知道有多少人正在选择同一个路径？这是程序员们需要解决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要学会感激有家人的经验和直觉来帮忙。